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请多多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力量，为台湾加油，多做一点事情。希望我们的会员数可以越来越多，因为会员数越来越多，我们才能够为台湾发声的勇气可以越来越强，而我们的团队的士气也才能够更高昂的为台湾加油，持续打拼。加入我们的会员，成为我们的靠山。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台湾在过去这一年的选举里头，没有到昨天开票大势已定，你很难以想象第八日的民选总统能够顺利产生吗？空前的激烈，再加上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可能进行合作的同时，我们都难以想象，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第八任的民选总统赖清德已经抵达现场，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赖总统。所有嘉宾，等一下赖总统会沿着路线慢慢走到台前，我相信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他。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好吗？台湾首度诞生第一位是医师出身的总统赖清德总统，从1994年他担任陈定南后援会的分会长，当时他帮陈定南发传单，我这一生当中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件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情？他决定从政了，他参加了国大代表的选举，结果赖清德踏入政坛。这段时间他一直要说出他要带领2350万的民众未来的国家愿景，他坚持一定要说明政见，他坚持一定要说明国家的政策，这就是他的坚持。从国大代表担任到立法委员，一直到台南市长、行政院院长、副总统，一路的立法行政资历非常的完整。但是这场选举显得特别的辛苦，这一步一步走来，赖清德总统他克服了，但是他也听到了更多的民意，他未来要以具体行动告诉大家。20公尺的距离，却是走得如此的缓慢，就像是台湾的民主政治，每一次民意的洗礼，都让我们的民主更加的深化。每一次人民的选择，就是代表台湾人人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们可以依我们的选择，投出适合、专业，而且可以带领这个国家的候选人。路看起来很漫长。
但是民主的路总是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这场大选对民进党台派的势力来讲，最大的敌人有时候是在境外，一场场的认知作战，坚持要进行一个正派选举的赖清德而言，这场选举格外的艰辛。他坚持要打一场正正当当的选举，他不主动攻击对方，但是一间小小的房室，一个万里的公寮，竟然成为大选当中的热议。我相信身为矿工之子的他，一路走来他的问政风格，他的人格特质，让他难以想象为什么一场大选让很多的人性都不见了。在副总统进场的同时，来自于全世界的台湾同乡会的后援会也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台上，还有包括了各个同乡会，有科罗拉多州信赖台湾后援会的会长召集人，亚利桑那州海外信赖台湾后援会，包括了来自于北卡信赖后援会的会长，以及欧洲信赖台湾后援会的总会长，匹兹堡信赖台湾后援会战猫一号的后援会的召集人徐亚文，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更多更多，还有休斯顿的新义后援会，还有拉斯维加斯的台湾的后援会，大西洋的台湾妇女会，请这些会长总会长帮我们上台好吗？好，所有的嘉宾，我知道你们的热情，我知道这一路走来非常不易，没有你们当总统的后援，没有你们当他的靠山，他没有办法走到这一天。这场选举太辛苦，太辛苦了，请大家就坐好吗？请大家就坐。你们的热情，总统感受到了，请大家就坐。等一下，因为人数太多太多了，千人的来自于海外的同乡的后援会，等一下。总统会以不同的方式跟大家进行大合照。好，请大家就坐，请大家就坐。我们先欢迎林荣松会长上台，来，我们做引言。来，会长，会长请。好，所有嘉宾我们入座，来，掌声欢迎林荣松会长。来，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大家请坐。按要来开始，好，大家请坐。你也要听，安尼上新的总统讲话，请你靠大家坐咧，好唔好？各位海外上爱台湾拍死无退，重要时阵就回来，海外的乡亲，大家阿妈大家好。今日嘛是一个真快乐的日子，因为俺回来的目的有达到无？这边组团团队，俺总统行几啊抓，拢无看到伊大进场。恁祝福伊，今仔日就是赖总统给恁的第一个大进场，献予在地海外的选民跟乡亲啊！真侪人讲，真侪人讲，这边选举三卡都，外口咧放风声讲，倒来选就对啊。但是按我就安尼看拢知影，绝对是一场苦战，因为对方冒乌造谣，无所不及，佮
外力，中国外力的介入，我来讲一个我所看到。竞选团摕到名单，因为我的配合竞选团队伊的行程。赖总统的行程，拢其他两组会加袂济，别人走四场，按赖总统走六场啦。所以伊就是这么啊打拼。你用什么倒一个角度来看，赖总统就是一个上有资格来做台湾总统，你讲是不是啊？看是伊的经历、伊的 dignity、伊的能力、伊过去的经诶诶，这个所作所为，拢是其他两位无阿多所比较的。但是因为过去执政就是有一个包袱，加减啊拢会算较困难。特别大家讲，台湾的总统有一个魔咒，八党都有可能爱换人。但是台湾人、台湾选民，这个、民主的素养，伊的眼光会按判断对甲唔对，造谣嘛无效。我坐坐海外转来，台造选造成这个气氛，所以我讲，虽然有这个魔咒，但是人定胜天，安尼啊，对不对？这场就是赖总统第一场的射票，第一场的射票，你要献予俺海外上尊敬的、上认真的海外的选民甲乡亲，所以俺用上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俺所敬听。按说支持的赖总统，来掌声欢迎赖副总统。多谢，亲爱的所敬爱各位海外同乡，各位民主运动的前辈，咱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哩，确实吼，是我当选了后第一场的感来参加感恩的晚会，我先用深深的鞠躬，甲大家说多谢。感谢大家。如果有人要研究讲赖清德为何伫这场的选举内底最后有法度通胜出，其实我会邀请因来遮看卖就知影。真正的秘密武器就是伫遮啦，来讲对啊对。因为咱海外同乡一直拢是台湾的公民啦，因为咱大家足清楚。若要无论是去美国、北美洲、去澳洲、去日本、去世界各国，其实拢是有相当条才华，啊有相当条件的人，啊才有机会去海外打拼。但是，予咱真感谢的是，咱各位海外同乡，伫外国虽然事业有成，但是更加关心台湾呐。所以每一遍台湾有需要的时阵，大家拢义不容辞，啊。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天灾地变是安尼，当了 COVID-19 疫情嘛是安尼。当国家有需要要守护台湾的主权、民主甲自由的时阵，大家更加如此。大家讲是还是？大家讲是还是？所以真感谢大家吼，无惜了千里路途，啊，返来台湾。用咱手中神圣的一票，发挥民主上关键的力量，来达成咱的目标。所以今仔日世界各国的媒体啊，吼，其实拢有陆续报道，就是讲咱台湾这场选举啊，证明台湾人民伫个民主甲专制独裁当中，咱选择民主，大家讲对唔对？我想安尼，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啦，吼，非常有价值。啊嘛，因为咱伫个即场选举内底，最后有法度通胜出，除了代表民主的力量之外啦，也嘛，予世界各国拢真放心啦。因为大家认为台湾人民选择甲民主阵营要继续徛做伙，所以因对未来印太地区相对来讲真有信心啦，吼。我相信，我要甲大家说多些的是，不只是大家对清德的支持，予清德有机会领导这个国家。但更加重要的是，咱共同守护台湾，咱的主权、民主、自由佮人权。另外一方面，伫印太和平稳定佮世界未来发展里内底，咱嘛扮演着上界关键力量。大家讲对唔对？大家讲对唔对？那么当然媒体吼，媒体嘛有咧报道啦，讲啊，这边的选举，清德啊吼，打破几个魔咒。他拄啊林医师嘛有咧讲起吼，过去伫台湾民主选举甲即当今，通常每一个政党拢是两届，都政党轮替。另外第二个魔咒呢是副总统，也阁毋捌当选过总统。第三个，这是吼，第一个非法证啦，非法证的人来当选总统。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媒体安尼报道啊，并无完全正确。其实吼，会当打破魔咒的，都是在座各位甲台湾人民的力量。大家讲对唔对？那这个力量呢，也是根据吼，大家守护台湾的心呐，疼惜台湾的心，所以在这个力量，才有法度发挥到无限大。伫个这边，台湾面临着中国介入选举这么严重的情形下面，咱同款守得住，徛得住，这是咱大家共同爱感觉骄傲的所在。大家讲对唔对？那拄仔我入来的时阵吼，咱一位大姐咧甲我讲吼，伊讲伊足认真的，鞋啊拢害去，咱掌声甲说多谢者。那拄仔林荣松医师嘛讲了无唔对吼，我这边全台湾招八年以上啦，招八年以上，我真正是所有好专员内底上爱认真的，啊我嘛。我嘛选甲拢散落，我无因为讲吼三骹拄，吼啊，我就认为讲啊一定会当选，因为我从来唔敢安尼想吼，唔敢安尼想，也嘛加在啦，咱走八年，也嘛加在选甲散落，吼啊加在有法度唤起着吼海内外咱民众徛伫台湾这个立场，会当踊跃出来投票，所以咱才有法度得到最后的胜利。那么。足多谢大家吼，足多谢大家。我头拄仔入来的时阵，嘛一位大姐咧甲我讲，台湾交予我。当然，我会认真拍拼，袂辜负大家期待啊！啊，我嘛会秉持着吼，录这首歌。虽然讲咱国会无过半，但是咱会发挥台湾人的精神，有路咱沿路唱歌。无路，咱安怎？聊起过年，咱袂因为啦吼，咱袂因为国会无过半，啊，就失志，吼，啊，就放弃。我想挑战愈大，咱用心愈深，成就一定会愈悬。大家讲对唔对？风平浪静，风平浪美丽这个海浪啦哈，风平浪静是看不到美丽的浪花，所以你话你无过半，这是人民的选择啦。民主的社会，咱应该爱尊重。人民已经决定选出一个，选出希望选出有能力的政府，但是希望国会未来监督嘛，搁较有效率。这是人民的决定啊。咱必须爱接受，嘛必须爱尊重，大家讲对唔对？伫民主的制度下面，
清德啊，真荣幸会当受到大家寄托，未来要领导这个国家，我一定找人才来组成上好的团队，来面对国会有效率的监督，啊，让国家更加清气，啊，更加光明，更加进步。大家讲好啊无？好，千言万语啦，吼，千言万语，总是一句，啊，感谢。再感谢，再感谢，我用一鞠躬甲大家说多谢，多谢，多谢。多謝侨委会已经有做好这个福袋啦，哈、哦，回到侨居地，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幸福。努力，多谢，好，努力，多谢。谢谢副总统，副总统刘步哈。来，刘步，副总统要以最真诚的心来谢谢大家。来，我们副总统要举杯来谢谢大家，这一路上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也谢谢总统府秘书长嘉龙先生陪副总统来到现场，来相关的人员我们上来好吗？好，来我们留。请现场的嘉宾也准备好你们的酒杯。慢慢来，从这边来。OK， 谢谢，谢谢，谢谢。Okay. 大家准备好了吗？举杯！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一路上谢谢你们，有你们。我想民主的路要靠每一个人，大家一起来打拼。台湾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艰辛，这场选举终于在惊涛骇浪当中度过了。总统在台湾遭背冷，散了哈，啊，刚刚我们在困呢。其实现场的真侪嘉宾嘛，为着这场选举的欢乐哈，拢去困未去，所幸在昨天晚上稍微睡好一点。好，那所以嘉宾你们返回座位哈，赖副总统要跟大家大合照，我们第一张大合照，因为我们决定输入嘉宾实在太多了，破天荒我们的大合照可能要分成四次，每一个人才拍得到，但是你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都拍得到没有关系，拍不到的总统今天就服务到你拍得到，我们第一张大合照先从舞台好不好？所以第一张来，我们其他嘉宾是不是继续留在舞台上？好。OK， 好，那我们先第一张从这边拍好吗 ？OK， 来第一张我们先拍舞台上哈，来所有 camera 摄影大哥，来麻烦我们就定位。哇哦，这是来自于海外，致家乡，致台湾未来的总统盼美德赢回台湾。谢谢大家，来，我们第一张大合照，来，我们第一张大合照，来，桂玲姐，我们第一张大合照，赖副总统他是不是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第一张，来，慢慢来。好，所以嘉宾，我们回座哈，我们第一张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拍第一张大合照，紧接着副总统会到中间拍第二张大合照，还有在右边，还有在左边。今天会拍四张的大合照，没有拍到的可以挥挥手。那如果他拍不到的话，你们可以尽量往中间靠，没有关系。OK， 好，所有摄影大哥，你们 ready 好了没？
黄岳穗老师也来到我们现场，谢谢黄老师，谢谢，很爱你哟。还有远景基金会，也是我们的台南的老事长哈，这个陈潭商人也在我们现场。好，那我们第一张是不是要第一张大合照开始，对不对？好，所有的嘉宾，我们看 camera 这里好不好？来，我们的最佳男主角，我们看这边。好，来第一张大合照在这里哦。三、二，来我们再数一次啊、哦，三、二、一。哇，大家笑得好开心啊！来，再一次，来，三、二、一。哇，笑得好开心啊！来，谢谢，来，我们第二张，来第二张大合照。真的非常谢谢你们，你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对不对？是不是也拢困无好？上面有困较好无？有啦哈。昨天人讲哦，就烦恼的呢，就酸气奈安尼哈。惊涛骇浪当中，终于选完了。那我们要请副总统再帮我们移驾到中间好吗？我们要拍第二张的大合照哦。不过现在旁边的这个立法院长游锡堃院长，我们看到副总统啊，当然了，为了国会是重中之重了，游院长呢责任更加的重大。来，我们请副总统移驾到中间来拍第二张的大合照，大家把握机会哦。大家把握机会，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微幅的移动，微幅的移动，尽可能维持在座位上，由副总统来移动就好了。所有摄影大哥，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来挥个手，让我看一下，我倒 Q 让你们拍好吗？现场嘉宾，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吗？否则，你们的热情会淹没了副总统。现场所有嘉宾，你们可以尽可能坐下来，否则。副总统的大合照第二张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大家先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好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配合。副总统去拍第二张的大合照哦 ，OK。我知道海外的乡亲等待这一天等待很久了，可以近距离看到了副总统。你们觉得他真的瘦了吗？你想每一场的造势场合里头，他要因应不同的地方，要向所有乡亲做不同的报告。这每一场每一场，你回台湾遭背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而在过去的八场的国政愿景的说明会里头，也可以看出未来赖清德跟萧美琴在带领这个国家，他在文化、在经济、在财政、在体育各个领域当中，他们想要做什么？重点是国政白皮书这一份，要透过他们认为不分党派。唯才适用的团队一一让他落实，回应民意的需求。这段时间，从明代出生的他，历经这一场的选举的过程，他更听到人民的声音了。你们太热情了，这个大合照有拍得成吗？
在每一次的选举都历经不同的挑战，每一次挑战都不知道可不可以一步一步的过关，但是人民以投票展现我们的意志，也透过我们意志的表达传达给全世界，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决定，因为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家，而我们的国家也在我们选出最适合的国家领导人，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每一步的踏步看得出来都是非常进步非常的缓慢，但是每一步都代表都是背后有庞大民众的压力，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后盾。请现场的嘉宾，拜托小君姐，拜托你们啊，大家可不可以先就坐好不好，让不然总统可能走不完呢，阿姨已经走很久了，还没有走到拍照的地方，请大家稍微克制一下，你们可以远距离挥挥手，总统会看到的好不好，赖副总统也会跟你挥挥手致意。好，那也麻烦安全人员所有人哈，我们尽量给空间给副总统走过去好吗？谢谢在现场的国安团队，谢谢你们啊，真的辛苦了，这样的维安工作的确是个空前的挑战，因为人民实在是太热情了，这些来自于海外的侨胞们，他们长期在台湾默默地支持台湾，不管是出钱出力，总是用他们的力量来支持我们。其实每四年一次总统大选，也是海外台侨认定台湾登大郎的每一次的重要时刻。每次总统大选，在海外关心台湾的侨胞，当然一定掌握了契机，让台湾能够走得更强又壮。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台侨当初都是海外的黑名单，在追求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有人奉献时间、奉献金钱，甚至牺牲生命才换得台湾现在的民主。台湾民主可以走到今天，就像他们催生的宝贝。掌声谢谢第八任的民选总统，在昨天整个开票结果之后，第一次的公开活动，大家掌声谢谢副总统，谢谢他今天的莅临，掌声谢谢副总统，谢谢。让副总统赶快离开这个现场，下面一个行程正在等待他，谢谢你们，谢谢。